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生运学科技讲座的第三场讲座。好，我们从原本的第一场从 AI 讲到上一场的医疗，哇，走到今天我们要笔来谈原住民文学。那我们让我们掌声邀请我们科管院的林哲群院长为我们致辞。大家晚安呐。这个主持这个孙运璇讲座大概4年多啊，就说这一次的这个晚餐呢，作为亢奋啊。那在这个开场之前呢，我跟因为今天比较特别哦，你看一场演讲一定很精彩。这个用笔来唱歌哈，原住民族的文学形成的背景跟发展寓意，我想演讲的内容应该是非常精彩，所以我们现场有两位中央研究院院士来听啊，一个就是我们的江安市的院士。还有这个张振华院士，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好像在现场嘛，哈，在这里，我们要不要拍手欢迎他们？还有这个我们台积电的副总退下来的那个任贤，哎，好像哦，在这边，好，欢迎。他这个任贤校友啊，对清华这个考古的活动赞助非常的多。还有我常常在开车啊，听到这个。一天到晚跟蓝轩在对谈的，我们的李嘉伟教授，还有我们今年才成立的原住民的科学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副绿叶主任，这些都是应该都是第一次到我们这边来参加这个孙运璇讲座。还有我现在的老板哦，这个我们的李敏，哎，校长，哎，好，那我们就开始哦。那个孙志正，还有简副校长。还有我们，林副校长跟那个陈副校长跟这个石院长，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啊，我在我们这个孙运璇的演讲的第三场，那一定是一个压轴啊。那其实孙志正他是非常特别的哈，他事实上是一个原住民一个代表啊，他在是台大毕业的，然后得到这个比利时鲁文大学的这个汉学的博士啊，然后在1996年呢，在这个行政院呢。圆明会担任首任的这个副主任委员，在1996年，实际上时间很久。那2014年在马总统的时代也担任了这个监察院的副院长。那现在是台东县这个图书馆总馆的馆长啊，在推动这个原住民文化跟南岛文化的特色啊，可以提供很大的一个帮忙。那同时现在也是东华大学的原住民民族学院的这个荣誉教授，哦，那也现在是现任的总统府资政，哦，那我相信。他这个有一个除了汉名是孙大川之正之外，这个刚刚写了一下，巴拉那班德拉板，这是他的这个卑南族的这个用卑南话来讲的这个名字，是不是我们今天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孙志正，带给我们一个精彩的演讲，谢谢大家，谢谢。这边会下一个，你看一下屏幕，然后这样就会回来。哎，刚才那个第一张，哦，就这个，它那个有标示灯，这个，对，按下去它就会镭射。谢谢。好，老师那个影片的部分，等下我帮你发。好。大家晚安哦。我这个姓孙呢。大家都知道原住民的名字啊，基本上啊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来了以后，因为需要登记户口，所以呢才要用汉名汉姓啊。那我一个表舅舅啊，他因为是日据时代台南师范毕业的，所以他懂汉字啊。然后他说孙中山不错啊，哈，比蒋介石还要重要，对不对？所以他就选孙。啊，就是选孙，所以我们的家整个的人家族都姓孙，不只是我们那一房啊，就是其他的亲戚啊，全部都姓孙。在我们的部落里边，姓孙是大姓啊，因为孙的关系。那我这一辈子啊，跟两个姓孙的人关系很深啊，
一个就是孙中山啊，因为我的哥哥叫孙大山啊，所以他说他是孙中山的哥哥啊。所以我在内阁的时候，还有在很多的朋友，像今天在座的几位，贵校的都是我的死党啊，他们都叫我三哥啊，因为我是孙中山的弟弟，所以三哥。那还有另外一个姓孙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请我来这里演讲的这个讲座，孙运璇，我们的孙院长啊，我很早就认识他。这张照片是民国68年，他那时候刚刚担任行政院院长，那个时候我研究所刚刚考上，在辅大念哲学研究所，那带着我一群在这个叫清传商职，在新庄那边的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呢，我们到植物园去，就正好就碰到孙院长，他跟他太太，还有一群呢跟着他一起的这些幕僚。我跟他说：“孙院长，我也姓孙呢。”哦，他说：“好啊。”我说：“可以不可以跟你照相？”他说：“可以。”我们就照了这幅像。那边跟他差不多帅的就是我啊，戴着啊，戴着领带的啊。你们虽然是孙运璇讲座，我相信你们认识他的人不多，见过他的人更少。我见过他，而且就在他的旁边闻到他的气味哈。他说你知道他是山东人吗？哦，我说我姓孙，跟你一样姓孙，而且我也是山东人。你是太行山以东，我是中央山脉以东啊，我们都是山东人。所以他那天很开心呢，我们就在一起照了这张照片，我一直留着到现在啊。后来我在1996年当了圆明会的副主委，他那个时候其实一直久病了啊，一直对他有很深很深的这种怀念啊。那我当监察院副院长一下来了以后，不小心又当资政啊，我每次听到人家讲孙运璇是孙资政的时候，我以为他在叫我啊，所以每次都会紧张一下啊。所以你看我跟他渊源有多深啊。所以我们这个是我想一开头啊，那今天因为正好是一个纪念他的讲座，我非常非常开心啊，有这样的机会，然后也把这个因缘啊，虽然我是一个台东卑南族，人数才10000出头的原住民，但是我跟孙中山跟孙运璇都有非常深的情谊啊，这个请大家先知道这段因缘哈。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啊，哎，跑到啊这个，用笔来唱歌哦。我虽然要跟大家谈一点跟原住民的文学的形成有关了，但是也请大家不要以为我讲的是一个文学的事情啊。首先我要把这个题目讲清楚啊，原住民是一个过去是不用文字的民族，我们基本上啊，我们的文化的传承都是用口述的，有我们的神话系统，然后呢在我们的文化传承里面，它最主要的载体都是用歌，用仪式，要用身体，因为那个仪式的每一个过程都是人要去跳舞，而且跳舞不是乱跳的，有一定的规范，有一定的禁忌，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简单的讲，像我们原住民这种族群，其实全球的部落民族都是一样，我们的历史不是用文字写的，我们的历史是用歌，用身体去感觉的，是用仪式的方式来传递的。其实各位现在想一想啊，我们真正有感受到传统哦，还不是去拿25史看，而是你去参加一个关公的庙会哦，去参加去拜拜的时候，你才能够体验到那个历史的温度啊。其实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它的历史感的建构啊，常常是这样。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呢，我有一个家族的感觉，不是靠一个家谱，有时候是跟你对祖母的记忆，祖母讲的一句话，甚至祖母唱的歌，你在感受到你是属于这个 family 哈。所以这个过去啊，
我们是用歌，用讲述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历史，但是它当然有它的脆弱性了哈，因为我们没有用文字的关系，所以我们吃很大的亏哈。台湾400年的历史哈，都是你们随便乱讲了哈，400年都是你们写的，对不对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你要想怎么形容台湾就怎么样形容台湾。我们在这里大概张老师知道嘛，我们大概有5000年可以嘛哈，跟中华民族差不多了哈。但是哦，我们好像都不存在，不要说400年不存在，400年之后，一直到最近呢、啊，哎，才知道哎，有原住民哦，哎，跟南岛有关，跟我们的政治有一点关联啊，以前也没有人知道，嗯，所以没有文字的民族就碰到这个问题。那我待会要跟大家讲啊，原住民在面对这样的情况啊，至少我这个年代的，我今年正好过70岁啊，我正好是碰到了我们自己的原来的族语传统，我们的神话传说，我们的岁时记忆、生命礼俗一直在崩溃的那个时代。然后经过30多年的这些努力啊，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让这个民族存在的另外一个方式啊。当我们的族语跟祭典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要依傍什么啊？这个就是我讲的用笔来唱歌。我们好，应该要介入台湾的书写世界。我今天的主题啊，事实上就是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啊，就我个人的经验呢、啊、哦，这个也不涉及到其他，也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啊。实际上就是作为像我这样的一个世代的人，感受到自己的民族随时会消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怎么样去寻找一个这个族群的能动性啊，能够去寻找这个族群，当他的族语系统、口语的这种传述的系统消失的时候，有没有另外一种方式让我们能够继续存在？所以我一直把那个介入书写这件事啊，当作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志业。我希望原住民在我们这个世代之后，他不会是一个没有文献的民族，他不会是一个可以任意由他者来描述、来论述的民族。所以我把那个原住民的文学的建构当作是原住民在寻找一个民族防御的一个机会啊，大概是这样。我今天的主题大概会是这样，所以谈的虽然是文学，可能也跟让大家了解一下，特别是在台湾现在的这些发展里边哦，原住民是怎么样重新整合自己啊。而且我也希望大家了解，原住民不是台湾的 the other 啊，它是跟我们一起的。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未来，无论这个原住民的人数有多少，它始终跟台湾这个名字、台湾这个岛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台湾如果没有原住民的这个部分，台湾的存在事实上只是一个汉人400年前离开中国大本土建构的一个文化而已。它跟台湾的真正的本土的这些记忆文化失去了关联啊，所以这个我想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这样。那我可以让大家看啊，我自己知道的是在差不多民国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在读初中啊、高中的这段时间，我是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部落那个祭典仪式，每一年每一年人越来越少，有的去读书，有的是3年远洋，有的入了军队，有的呢就开始到都市里面呢做基础的这个劳工，他们没有办法回到部落里边来。所以那个部落、啊、所有的祭典仪式，因为没有这个人的参与，所以这每一年每一年都在消失。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看到，所以我记得我在民国77年，1988年从比利时回来，我开始觉得
我必须做一点跟原住民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啊，我形容我自己的民族是一个属于黄昏的民族，那个黄昏感啊，非常非常的深刻啊。那个，而且我一辈子喜欢黄昏，因为那个每一次看那个黄昏，都会让我想到我自己的民族的这个状况啊。所以我的那个第一本书叫《九九九一次》啊，里面几乎用的这个词汇都跟黄昏有关。有的人讲说你是不是太悲情了？不是啊，这都是一个事实。我们要让汉人知道，也要让我们自己的原住民知道，为什么是黄昏呢？因为啊，我77年开始回来，在推动原住我们自己的部落的复振的时候，有很多的阻力。那个阻力不是外来的，是我们自己族内的。他们觉得过去了就过去了嘛，人家主人也找不回来，还要这些干什么？也跟不上时代，这个时代还需要我们这样吗？哦，那个时候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坚持了啊，所以后来我们的祭典就慢慢的这些恢复过来。每一年的祭仪，我从来没有缺席过，就每一年的年底啊，跨这个一整年。那现在我们卑南族，其实其他各族这30年来也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改变。我们一直在寻找，渴望把自己的传统的文化找回来，这个不是为我们个人好，其实也让台湾的文化更丰富一点，让台湾更 colorful 一点。好，所以你看我们穿的这些服装，最右边的就是孙中山的大哥啊，孙大山哈，这个中间是我们一个稍微大我们一点的耆老，现在也快90岁了哈。当然这个胖胖的这个哈，比他们更帅的就是我了啊。那我们在恢复这些过程里面呢，有我哥哥那时候算是长我一辈的啊，他长我们更上一辈啊，而我们三个人啊来推动这些东西，在至少在我们的部落里边是这样。这是在祭典，我们卑南族的大猎祭里边是这样。那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感啊？我也不知道，说句老实话，我不知道各位在座的啊，无论是同学或是老师们怎样啊，我自己从小就一直有很深的那种历史失落的焦虑啊，不晓得为什么啊。我从小有的时候，我问我妈妈哈，我们 Binaski 我那个部落，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的部落是原来在哪里？他们会讲一点。然后我们这个部落的那个过去有什么值得称述的战争也好或什么，他们讲一点，但是都讲得不清不楚。然后我听完我妈妈讲的，我又听我阿姨讲，我阿姨讲的又跟她不一样。然后跟另外一个跟我们的家族比较有敌对的，问他，他都在骂我们啊。所以我就啊，我这怎么办啊？这个我没有办法串联我的历史记忆。我记得我那时候开始读小学，民国49年，我进小学1年级，我们开始读波波摩佛，然后开始听来自于中国的一些历史的消息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里面啊，那个墙壁上都是画什么主题啦，讲这个三国的这些那些都是跟那个历史有关的，我觉得好羡慕啊。然后说我对那个弄下来的那个书本啊，翻开来一看呢，我觉得好神奇，那个字为什么能够承载那么多的情感跟记忆。我跟大家说啊，我对字的迷恋哦，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是收集很多各种字体的人，我喜欢乱写字，然后我买一大堆的书，然后大部分都是重复的，没有看的，我变成一种对文字有一种病啊，都是一种历史失去的那种焦虑啊，从小就这样。那我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难啊。最右边那个是我的祖母，很漂亮哈，我的祖母很漂亮。中间这个是我的妈妈，她17岁的时候，她那一年结婚啊。我妈妈生10个孩子哈，她活到107岁，
我是他的第十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孩子。那这边是我的姨公公，因为我妈妈是姨父女，她出生的时候啊，爸爸已经过世了，后来自己到13岁的时候，妈妈也过世，所以她就是我的姨婆，我们都直接叫祖母了，带着长大的哈。然后这个是我的姨公公，就是我的祖母的先生啊，姨公公，那说他是我们部落的带头的人啊。啊，这个是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的姨婆的妈妈啊，曾祖母。啊，这个是我妈妈他们生的十个孩子啊，前面我有四个哥哥，都很年轻，就是2、3岁就过世了，都是夭折，所以我们后来6个人都留下来了。那个最小最小那个看起来很文静的那个就是我了啊，其他就是我哥哥姐姐们啊，他们后来也不晓为什么，我妈妈他们呢，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在台东部落里边的人，都是一个农家子弟，但是他们并不阻碍我们去念书，所以从我的大姐，我大姐是民国46年就念师大的哈。他是杨志良的学姐啊，然后我二姐是台北护校，现在的叫做护理什么，就是内江街那个，然后三姐是念台东女中啊，哥哥是念那个工东高工，我的小姐姐是念那个屏东师专啊，那我最小，我们就6口人就这样在一起。那我妈妈告诉我，因为她活得很长哦，所以呢，我的很多的部落的记忆跟感觉都跟我的妈妈有关系。我的父亲在我17岁的时候就过世，那我的祖语到现在没有断掉，最主要是因为要跟妈妈讲话，妈妈只会讲国语跟日语，所以我的日语啊，听啊，大概喝一点酒以后讲得更好啊，所以我在那样的环境里边长大。那我妈妈因为受到我的那个她的祖母以及她的姨婆的影响哦，我们部落里边所有的属于女性的记忆，她通通都传承。从那个所有的规矩是怎样，那个吟唱的古调是怎样，她通通都。因为他又活得长，所以活到107岁才过，他105岁之前都是还可以不拄着拐杖走路的，所以他是看着那个部落啊，整个那个记忆，所以我们在恢复那个记忆的过程里面，支持我最强大的就是我的母亲，然后因为他在部落里面是长老，所以所有的男人都怕他，我妈妈很凶的哦，那个不来参加我们的祭仪，马上骂人翻脸啊，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后来的祭典仪式能够恢复，都跟他有关系。那也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了哦，所以在那种部落的记忆跟文化要断裂的那个过程里面哦，我多多少少啊还延续了一些经验啊，也能够把那个我们传统的东西也有一些学习。让我对我的文化虽然觉得是黄昏，但是呢，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东西想说，还是有一些东西想做，就要看那个什么时候那个客观的环境有一些改变。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要成就一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事，也不是我们这个家族或者是一个族群的事，是整个环境在改变，整个台湾的改变呢，也不是什么人天纵英明，事实上是一个整个小环境台湾，大环境两岸，更大的环境可能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从小很知道这种关联啊，就是说我们要成就一件事情不能只靠我们的想法，我们需要一个大环境的氛围能够出来啊。那这个是我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为什么后来一直到我本来啊是念台大中文系，后来本来就是要准备念哲学，
念的到辅大念的哲学研究所，本来我的志业是要做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的研究的，但是我36岁以后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我觉得我要做原住民的事情啊，原因我待会儿再提。那我刚才跟大家提过，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因为没有文字，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些文化传承呢，都是靠这种口述传统的方式，所以它有一定的它自己的魅力哈。我们今天那个时间呢很短哦，我没有办法很仔细的跟大家讲。简单的讲，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他怎么样去传承他的历史记忆跟文化传统，有好多好多的方法。我们过去啊，第一个一定是跟记忆有关。台湾是需要记忆的。我们现在的人呢，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哦。我非常注意一个家里面的仪式性的东西，不管它是宗教不宗教，就是家好像没有仪式哈，你很难有一个凝聚的东西。像我们的家里的人聚集在一起啊，我们很快就开始唱歌，那些唱的歌可以从很古老的一直到很现代的哦，在唱歌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聚集在一起，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好像进入一个仪式的活动，让我们整个的家族的那种感觉啊，被呈现出来哈。那我们的部落过去就仪式很多，你们现在啊，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或者是同学啊，平常寒暑假有没有空啊？尤其是从公元2000年以后，我可以告诉大家，台湾的原住民虽然风雨飘摇中，但是我们的记忆通通都还活着。阿美族纵谷的地方的海岸线，每一个部落从7月开始，它的丰年祭以立信，一个部落一个部落来。以前这些记忆啊，很受到政治的影响，就有时候你要选举的时候，就很多政治人物就会跑来拉票嘛，哈。以前很夸张的，就是我们阿美族啊，那个丰年祭啊，封到那个投票结束，它才停止啊，都一直都不断的动。然后也有一种情况是，我们过去的祭典常常受到这种比较观光商业的这个影响。但是呢，我自己的观察，特别是到2010年左右，每一个部落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事实上，每一个部落在珍惜他自己的部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强，而且他也分得出来，我们这个记忆啊，什么时候是可以让外面进来，什么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哦，这些都非常珍贵。包括我们的兰屿的达悟人哈，他们的那种下船的这些仪式，我们赛夏族的矮人祭，布农族的这个达尔祭等等，其实通通都在。而且我非常欢迎各位哦，如果你要认识台湾，你要去这里，你不要只看客家闽南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要讲这些本土或是台湾的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还能表现的，你们应该到原住民的部落去，从服装一直到他的仪式，各个方方面面呢，都可以给我们非常多的想象，非常多的想象。所以那个祭典仪式是很要紧的，在祭典仪式当中，那个跳舞唱歌本身就是我们的记忆的载体，在我们的口述传统里面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的文学不是写的嘛，就是日常生活，我们聚在一起就开始唱歌。我很喜欢唱这个歌，人家以为我只会唱这个歌啦，事实上不是啦，因为我喜欢唱这个歌是因为这个歌是我的祖母曾祖母教我的妈妈的歌，已经流传好多年。我就有时候表示一点比较正式的场合，像上一次我跟嘉伟老师他们到那个马祖的时候，他要我祭拜那个地方的那个老南岛民族的祖先的时候，我就用这首歌。你看我们的那种唱法是怎么样，那罗哇
那鲁啊那咿呀那咿哟呀哦，嘿那鲁啊那咿呀那咿哟嗨哟嗨呀，嗯嗨哟嘿哟嗯嘿耶哟咿哟。哎呀，好哎哟，咿耶呀，嘿哟，咿呀，哦哎呀。以前老人家在没有灯光的情况底下，只有篝火围在一起唱这种歌，那种感受啊是很深刻的。哪鲁湾没有意思，它只是一个虚词。那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按照当时的情境啊填词。所以我们当时唱歌其实就是做文学的啊。阿斯奈阿斯奈那玛咿耶咿耶当啊，我开始填词了。哎呀，说这个歌啊是我们的曾祖母的歌啊，就继续填下去。所以有的时候在部落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老人家聚集在一起唱歌，唱一个小时啊，那个好像都是一个调，然后你觉得很无聊，那你就是因为不了解那个每一个歌，每一个人都在比赛填词。我们说一个人很会唱歌，不是说他的歌喉很好而已，最主要是他很会填词，很会填词。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些文化的传统，除了记忆之外，事实上那个文学在歌唱里面的实践啊，让那个我们自己的情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有文学的韵味，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就存在的啊，这个都是在我们的文化里边。然后我们这些歌啊记忆都要跟舞有关系，跳舞有关系。跳舞大家不要把那个跳舞的当作是好玩啊，那个扭来扭去啊，当然有娱乐的部分，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其实那个舞啊，在中国的传统也是这样，祭典里面的舞啊，你看那个佛教的那个每一尊像，那个姿态啊，人的身体本身就是文字，人的身体本身在表达的是一种精神的符号啊。如果你懂得舞啊，真正的舞跟仪式是有关联的，那个好玩的部分是仪式完了以后轻松的部分，那个真正的舞每一个动作都跟竞技有关系。因为跟竞技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跳舞的时候啊，尤其到祭典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身体的规训啊。你看那个泰雅族不，那个排湾族在他们的那个祭典的时候跳的舞，贵族有贵族穿着的方式，手拉起来就表示你不能够有自己的个人的姿态表现，要一致的哈。然后呢他们那个身体不能乱晃动，不能随便乱扭屁股啊。那个周族也是这样，卑南族也是这样，意思是说我们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训练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啊有一种仪式或者是伦理的姿态啊，伦理的姿态。所以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我们原住民的老人啊，虽然很老了或者是身体不好啊，可是他那个坐在那个样子哦，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身体有一个支柱，很奇怪。我有时候在日本人的身上看到这个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坐的都像马吉是吧。我后来想到我没有指大家我就想到以前宋明理学家讲啊，他说这个那个要观圣人气象是跟那个仪态有关系。孟子讲那个当那个浩然正气启动的时候会淬于面盎于背布于四体，我相信是真的。因为那种东西啊有那个内蕴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被一种力量哦支撑，所以你的身体本身表示了某一种伦理的姿态啊。
我们以前的老人家都这样哦。我们真正的猎人上山哦，非常非常的安静，他不会躺着睡觉，他都是蹲着，随时可以起来哦，是非常灵敏的。你可以看到那个身体有一种美感哦，有一种美感。我好现在回想起来啊，好羡慕以前的老人，即使是那个已经弯腰驼背，跟你讲话的时候的面容跟那个身体啊，你知道他在他的身体里面好像有一个东西撑着他，这个都跟这个有关联。那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原住民传统文化用这种方式。那我后面这几个段落，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要非常简单的讲哦，这些东西当然在荷兰西班牙时代来了以后，我们就受到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到清朝以后，属于平原地带的原住民，就我们现在说的平埔族啊，很快的很多他们的语言跟文化就受到了威胁啊。但是呢，中央山脉跟花莲台东这一带的原住民啊，大致上来说是一直到日据时代才受到比较大的威胁啊。有的人讲说原住民啊400年来如何如何，的确也是了啊，但是比较去看啊，汉人的殖民，我们现在在台湾学历史的或者是很多描述台湾的这个文化的时候，很习惯把那个西方的殖民史啊带进来啊，其实台湾是一个没有被西方人完全统治过的地方啊。荷兰西班牙时间很短，非常只是一个点的啊。那台湾早期是汉人进来这400年啊，因为它是清朝的边陲，在边陲清朝你不要造反就好了，所以台湾的移民社会啊，事实上是一个跟原住民用了300年的时间相互用社会融含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的，跟那种对非洲、对拉丁美洲、对这个东南亚这个地区的那种屠杀的这个方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觉得台湾讲殖民论述都是要非常小心，不能够随便乱套啊，这个地方很不一样的。那也因为这样，所以那个原住民哈，一直到日据时代以前，我们大致上还保留了自己的主体性，在中央山脉这边啊，日本人当然比较厉害一点了哈，有攻到把我们几乎都拿下来了，但是我们还是发生1930年的雾社事件呢。哦，我自己小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有自卑感，在花莲台东这边，因为我们有土地啊，汉人来都给我们拜托哈。哎，这个可以不可以拉电线啊，可以不可以租你们的土地啊，我们说好啦，但是我们说好了，后来就也很后悔，没有多久我们的土地就不见了啊，对不对？我们因为不善于这些货币的这些逻辑啊，所以我们的的确确我们的部落碰到国家这件事，这400年来我们一直渐渐感觉到我们在失去很多的东西。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想过，台湾的原住民在这里好几千年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国家过，汉人这将近400年除了现在在讲要台湾独立要成为一个国家之外，这400年来台湾人也没有 要成为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其实啊，以部落的形态，以聚落的形态生存的方式，本来是人类的社会形态一个蛮古老的传统，成为一个国家有它不得已，有它的需要，但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成为一个国家。在过去的情况是这样哦，我们的我有时候说很笨，为什么我们在这里400年不打一打台湾族就把我们统治嘛，我们成为一个国家还可以跟人家签约啊哦。其实国家这个东西啊，我在最后的时候会回过头来谈一点啊。那我们碰到国家，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啊，就包括我们说我们的名字的这些问题啦，哦，我们的祭典也在瓦解啦，因为到时候国家要推动很多的政策，我们的经济政策，鼓励我们是种甘蔗、种凤梨，要种水稻，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种小米的民族，是一个旱稻的民族，是一种火耕的这些民族。我不是说一直要保持这样，但是因为这些改变呢，也使到我们的祭典仪式受到了影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面对不同的外来者，我们都要说他者的话。像我自己是7岁读小学一年级才开始学波波摩佛。我们上一代的我的爸爸他们啊，用50年的时间消化日语，所以我把日语当作是我们原住民的第一个国语。因为我们学会了日语啊，可以跟日本人讲话，也可以跟汉人讲话，也可以跟阿美族讲话，可以跟台湾族讲话，我们一个共通的语言，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沟通的这些可能性。很可惜日本人一离开1945年，我们的第一个国语被迫归零啊。所以我的祖父辈，我的爸爸他们，还有像我的舅舅他们，念台南师范毕业的，很可怜，他们其实满脑袋都有想法。我研究过好几个在日据时代我们原住民的土师范学校毕业的，他们那时候在有读过马克思的东西哦，他们的书里面都有。大家也可以想象，其实在那个时代不有一点点左倾的想法才怪，对不对？一定这样表示你是一个热血青年啊。他们都有，他们有一点点世界观。而且我们因为1940年代初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们的族人，包括我的小舅舅、大舅舅、姨丈，他们通通到南太平洋打仗。我的姨丈没有学过英文，但是他管理过美国俘虏，所以他会讲非常好的骂人的英文啊。回来的时候就讲给我听，他还留了一把日本的木剑给我啊。他们这些人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些已经离开台湾的一些经验。那这些人在日据时代一过了以后，讲日语变成一种禁忌啊。我的小舅舅活到80多岁，他以前在 Borneo 在婆罗洲打仗，而且呢他事实上是当侦察兵啊。他在80几岁身边，我那个表姐跟我讲啊，他在医院哦，半夜起来会跑到地上匍匐前进啊，就那个战争的记忆啊，在他们那一代的人身上全部都有，都被这个保留下来。所以这个原住民的这些说变成要说他者的话，然后在这个里面也要被迫要去为不知道为谁而战的这些事情啊，都在这些发生。那我们当然也面对了这种文字的暴力啊。各位，很多现在我常常听说有一些同学说，哎呀，你们原住民现在有在都市长大了哈，你们已经都讲国语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加分呢？还有这种意见，那将来会不会改变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你们可以想象啊，像我是7岁才开始学波波摩，你要知道要消化一个语言，要把它变成你一个很精密的思想的语言呢、啊，不是一天做得到的。我们上一代的人1895年接受日文以后，他们到1930年代才能够拿起日语，不是Ohayo gozaimasu，不是只有那种，是可以把它当作思考语言用。我们到现在我所知道的，我们原住民的年轻人大概渐渐都已经是用汉语来思考了，但是他的文化的经验跟汉人的文化经验又很不一样。因为你们看一个春花秋月，和你们对兰花对竹子，它不是一个竹子兰花的问题，是那个竹子所象征的那种美感，原住民没有啊，那竹子就拿来煮就好了啊，对，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文化内涵。所以现在一直在斤斤计较这些东西，都没有注意到啊，原住民在学习另外一个语言说他者的话，然后又要进入他的文字系统的艰难啊。你要知道要消化一个语言，要把它变成一个精密的文学表达，是多么大的困难。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决定要念中文系啊，有某一个部分就是我想操作这个东西。当然那时候没有那么清楚，我在想，现在事后想起来啊，
那时候就是很想掌握中文，然后很想掌握这些诗词的东西。我在大学四年级以后开始跟一个法国神父做甲骨文，我们合著的，不是合著，就他著，然后中文的部分我帮他负责，出了两本跟甲骨文有关的东西，都显示一种渴望，想到一个新的工具来跟外界对话，但是多么困难。我们现在我听我们很多的部落里面的小孩子讲国语哈，还是掌握不住的哦，还是掌握不住的。这个有点像你们以后有机会到国外，你到德国去念书，可是你的德文只是初阶的，你再有思想啊，那德文讲得哩哩啦啦啊，人就觉得你很笨，你就会有非常深的挫折感，更何况是整个民族是这样，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像这一类的事情啊，都是我们那时候遭遇到，然后我们因此啊，把我们的被迫把我们的主体给让渡出去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啊，哈，我的传统的文化语言都不见了，啊，我又不会被认为你是汉人啊，或者是汉人对你又很瞧不起，有那种歧视的这种眼光，你那个时候你只有一种污名的认同。就这个就是原住民在过去这个半个世纪以来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失去声音的岁月啊，就那个时间，前面当然我不谈了啊，比较集中在讲是1960年代到1990，我们面对这样的困难啊。那之后的这个部分，我也要很简单的讲，因为我们后来怎么样会介入文学、介入书写这样？我说不是原住民决定的。有时候我们原住民啊，有时候我们原运啊，如何如何，原运是力量很小很小的。其实原住民现在被看到、被注意，是跟整个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有关系，也是台湾在寻找自己的主体性的过程里边有关联。那我这个部分想跟大家扼要的讲，因为我想大家都多了解，我只是想勾画出来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1970年代我们退出联合国，我们变成这个世界的孤儿，这个国际的孤儿，这个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是我们大格局是这样，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当时的执政党想要寻找中华民国在台湾存在的合法性，到底这个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蒋经国上来以后，这次催台青啊，开始要国会的这种改造啊，有那个增额选举啊，一直到后来的这个国民大会里边的把它解除掉了，然后做全面的改选，这个大家可能都经没有经历过也看过。我的时代正好就碰到，我1971年进台大就面对的通通都是这个问题。那个时候的选举，每次的演讲会，苏贞昌他们我都是在场看听他们演讲的哦，都你可以看到台湾从1970年代有很大的变化，最主要是那种这个国家的正当性，存在的正当性啊，他必须找到一个方式。当时当然改造国会，另外一个就是彻底的本土化。所以我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说，1970年代一直到现在，台湾的历史哈，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讲，就是要本土化。当然这个本土化后来造成的复杂的东西另外一件事，但是要本土化这件事是要让中华民国在台湾有它的存在的根基，最重要的事情。那我在过去啊，在1990年代以前呢，我一直看不出来我们原住民有什么希望，因为整个台湾的，就我们那个时候的原住民人口36万，现在因为那个哈莫朗当变来变去，然后你一半的也算，这个也算哈，所以弄到现在我们有58万了哈，还是越来越好像也不行了哈，50万好小好少啊哈，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原住民啊，文化没有了，语言没有了，祭典也没有了，怎么有什么可能哈？
但是我渐渐在台湾本土化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件事，台湾要讲本土化，不论你是真心假意，你都要把原住民拿来讲一下，符号讲一讲也可以，假装很尊重也可以，摆一个位置也好。你像我就莫名其妙当监察院副院长了，也没什么用啊，但是有象征意义啊，对不对？后来他们讲说，要找一个总统府执政，他要不要？我也知道那个是假的，可是原住民还是要进去嘛，不然我们原住民是一直都在原民会不死掉吗？所以我说好吧，你要用我也蛮好的，以后至少中华民国的那个政党那么那个政治记录里面，有原住民在那边当执政，哇，这不错，跟孙运璇差不多，对不对啊？这不错。有的人会认为说我还想再求这个求那个，不，没有，我这些东西我可以告诉大家，都是人家来求我的啊，这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他们要符号，要符号。在县级的，在中央层级的，来到符号，这个东西啊，让我发觉到，我们好像台湾的一个整体的本土化的历史环境，它给我们一个夹缝，让我们原住民有机会去在那个夹缝中去找到他自己的存在的可能性。这个是特别是在1988年，我从比利时回来，我36岁的时候。我其实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反省啊，我回台湾以后是不是就是当大学教授就教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就好了，还是呢可以做一点跟原住民的存在有关的东西。那我的结论是我要做这个事，所以我从36岁到现在没有离开过这个工作啊。然后也很遗憾，我最喜欢的哲学，我最喜欢的文学的东西，我搁置了30年啊！我很希望我70岁以后还有一点点机会，回过头来做一点我喜欢的事。这不是说我原住民的事情不喜欢，我发觉到啊，原住民从1990年代一直到现在，是原住民在台湾的存在的非常关键的30年啊！这个就是面对的这种。那台湾因为要做这种改造，所以大家一定可以发现，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就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那个发生的美丽岛事件，然后各种各样的冲撞，然后后来那个各种社会运动，反核也好，妇女救援也好，也就是说跟人权、跟民族的素质有关系的东西，变成是1970年代以后。台湾要证明他自己的那个国家的存在的正当性，这件事情变成是他一个很重要的手段，要必须要实践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包括到后来的这些修宪跟国会的前面的改造。虽然我知道大家到现在还是不满意这些东西了，可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过程。那我一直觉得这个过程可以给我们原住民一些机会。你看1993年，李登辉在当总统，那时候我跟那个金恒伟他们在《当代》杂志啊，合作主办那次原住民的文化会议啊。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李登辉啊，要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要把三胞改成原住民。啊，那时候我事先知道他的演讲稿，可是我们的同胞也要去做反对啊。那时候我不想那些细节，这些细节很多故事啊。一个国家元首愿意尊重原住民，告诉你的他要叫什么名字这件事啊，你知道多么困难。以前把我们叫番，是那个走在田野里面那个野兽的脚趾痕，你知道。然后还分生番、化番、熟番。生番就是沙西米番呢，就像我们就沙西米番，化番就是五分熟的啊，像那熟番就是已经变汉人了，就是我们现在平埔族啊。
我们就那个过程，我每次吃牛排我就想到这件事。然后后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要用山地人，我们要叫原住民。也有学者哦，是大学者哦，反对，你怎么可以叫原住民？你又不是原来就生在这里，你只是先住民啊。也本来想先住民也不错了哈，但是在汉语里面那个先这个字不太好，祖先啊、先父啊，就表示我们死掉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说这个不好啊哈。那他说怎么办呢？后来很多名字哦，叫早住民，就早上起来刷牙的早住民。还有初住民，悔不当初的那个初，你们去看那说那些好笑的事情很多。他说你这个不能够随便这个叫原住民，他说这个不符合真实。我说名字还有逻辑啊，一个人叫王美丽很丑啊，哦，中国也不一定在中间啊，对不对？这个名字本来就是我对自己的期待嘛。这个神经病才会觉得是，这，那什么叫原住民？就是你从来就是在这里生的，我又不是木头，一站在那边5000年块木啊，这个，这神经病的想法嘛啊。可是好奇怪，你们知道，单单原住民的证明运动啊，只是为这样的事就闹得天翻地覆，那更不用讲后来原住民要恢复自己的姓氏啊这类的。这讲起来都很心酸了，时间不多，我就跟大家讲，你看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股力量上来，我们的执政党也觉得原住民是一个符号，要讲本土化，要讲我们台湾跟大陆的不同，就是原住民啊。而那个时候啊，他们还不太承认说他自己有原住民的血统。那时候看到汉人啊，哎，我说你好帅啊，很漂亮，你有没有原住民血统？没有没有没有，我妈妈是那边，爸爸是那边，哦，像现在哦，连我们的总统都说他有原住民血统啊。每次碰到我每一个人就，哎，你看看我这里有没有一条，我是不是原住民？我说我们原住民也有挑好不好，哦，对，你看这些东西啊真是虚幻，哦，可是呢这是我们经过的过程。所以呢说本来讲说那个他会讲，所以我那时候无论如何都要在这个是在屏东的马家文化园区办的。那天李总统啊就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称我们原就叫原住民。从那以后你知道我们以前抗争啊，我们在台大抗争说要原住民，那时候那个谢龙胜吧，那当那个国民大会的秘书长好像是，还是立法院忘的哦。我跟他讲这样，他没有，你们不可能是民主，不可能，你们不可能通过，通通不会过了，哦，可是李登辉那次讲了以后，那年夏天我碰到他，哎，秘书长，我们可以叫了，你们本来就是原住民嘛，就嘛就。然后这个之后，你看，因为这个改变，所以那个修宪里面，原住民第一次入宪。原住民这个民族啊，过去在中华民国的原来的宪法里面不存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啊，我的身份是边疆生啊，就是跟汉蛮蒙回藏苗啊，就是放在一起的。我是边疆生啊，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是这样啊。在这个时候，原住民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边开始有了他的位置。这个也就是说，原住民在大环境里面开始有了他的法政的存在啊。反正这以后后来1996年有原住民族委员会，然后开始有原住民族教育法，有原住民的身份法，有原住民的工作权保障法，一直到2005年的原住民的基本法都这样一直过来。换句话说，这个用法律的方式来安定原住民跟其他族群的关系这件事，就在1990到公元2000年以前这段时间一个一个实践。这个就是我把它叫做是原住民的法政存在，就指这个啊。那说之后呢，你看有很多很多的研究，你们知道以前原住民的研究大部分都被关在人类学啊这一方面。我们看那个原住民在1980年代以前的文献呢，大部分都跟人类学有关系，跟考古有关系。
可是在1980年代以后，有都市原住民的问题，都市适应啊，教育啦、啊，什么通通都来。后来你看，连国会的改造，跟这些后来这个原住民的要不要设立原住民族法庭，还有这个成立原住民族法院的可行性，还有这个原住民传统的惯习调查，怎么样把它变成跟我们现在的民法能够相融，像这一类的研究都一直在出来。包括后来我们说传统智慧的财产权这些东西啊，都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所以那个原因的诉求，或者说我们谈原住民的存在的时候，正好是一个试金石，看台湾是不是真的本土化，看看台湾是不是真的民主化，真的真正 尊重多元，这些都变成原住民的存在好像有一个社会基础啦，有它的历史基础，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是整个环境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所以使到我们原住民的存在，就法政的存在，后来也因为这个样子，台湾有一段时间在推动这个社区总体营造，所以原住民在这个地方也有机会把我们的祭典仪式啊，能够逐渐的找回来。然后呢，学术的存在也不再只是在人类学或考古，它在法政、文学各个方面都能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学术的支撑，它这个民族是走不远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能够做出来啊。然后后来我们的这个部落的这些附镇，虽然呢、啊、这里面呢、啊。不是都很好，但是呢都有这些雏形，都有这些渴望，也都有这些行动。那各位如果将来在自己渐渐长大，在越想了解台湾，或者是要珍惜台湾它的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的时候，应该要去抓住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可以让台湾不同于大陆，也不同于香港，也不同于东南亚。这并不是说为了台湾要隔离什么什么，都不是这个意思，它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来自于它的土地发展出来的生命力，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东西的变化是在一个客观的环境底下的一个夹缝弄出来的东西，它有它的虚幻性。你知道这个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告诉我他很爱原住民，知道吗？我每次听到他们爱原住民都很心痛啊，因为都是不好说，都是假的啦，都是只是讲讲而已啊。这些东西大的社会的对你的支持有它的客观的条件跟脉络，这个条件跟脉络失掉了以后，你就空掉了。那我一直在想啊，有没有一个东西是原住民做出来以后别人拿不走的，有没有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我在后来，就是今天我们真正的主题才进来啊。这个你看看我们那时候原住民的这些运动啊，而且我也告诉大家，其实台湾的民主化过程里面哦，原住民都是走在前面的哦。你知道那时候反处籍运动主要的对象就是原住民，而台湾后来的妇女跟这个性别的这些运动，跟那个儿童福利的这都跟原住民有关系。我们是在原住民的这些惨痛的经验里面看到台湾社会一个大家没有看到的对妇女跟儿童的歧视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环境的运动，对不起，也是从兰屿开始的，兰屿的反核废啊，不是反核了啊，我们李老师在这里啊，不能随便讲反核啊，那个我们支持了啊，有理性的支持那个时候的运动。那当然不是原住民就台湾的环境运动不是只有核子的核废的问题，核能的问题是全面性的。你知道921大地震，我是那时候在当副主委，我是走第一线的，中部这些都走路的啊。
88风灾，我之所以答应又回来圆明会当主委，也是因为要救灾，因为很惨很惨很惨，惨到每次走一步路都想哭。我到现在啊，我都没有办法再回去我盖的这些永久屋那些地方，我走路过的这些地方通通都是我的同胞。中央山脉那么大的灾难，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央山脉要特殊处理，要学日本，不要分割在各个县市里面。你知道那个流域的治理跟台湾很特别，3000公尺以上有260几座啊，你怎么可能 用一般的方式来治理？日本人都知道是这个样子，怎么样把中央山脉好好跟原我们那边有600-700个部落，怎么样好好的重新规划，不要那个行政区域乱化。北部有3个县辖市，南部有2个县辖市，都是神经病的做法。不好意思啊，这个跟选举无关了啊，这个很惨痛。台湾呢，如果那个行政区域不重划，台湾是没有前途的。我因为救灾的关系啊，非常清楚中央山脉跟河川的治理是台湾真正的命脉。我们台湾的地理形势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我们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治理的这个方式。你又不能把这600-700个部落全部赶走，你怎么样让他对山林的保育，对我们的国家公园能够有更积极的参与的这种，是一个最最最正当性的事情了。像这些啊，这跟还我土地运动有关，还我土地也就变成跟台湾的国土规划这些事情都连接在一起啊。所以原住民的这些议题哦，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族群的问题，但是你从一个台湾的历史纵深跟民主化的过程来看哦，它其实是跟台湾的每一个议题都有连结，从人权一直到土地都有这些连结。这并不是说原住民很了不起，而是他是这些灾难的第一个受害者，是这个所有的灾难的最前线的人，而我们通常没有好好的去面对他。因为刚才我说这个法政的存在啊，有它的虚幻性，我觉得我们好像应该要找一个东西。我在1993年，其实那个之前我已经在做准备了，我在各大报纸上面呢，在联合报、联合晚报、中国时报、中时晚报、智利早报、智利晚报，还有这个首都早报，每天写社论啊，每天写文章，然后跟他们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新闻界的那个有很多的这些情谊哈。我一直觉得原住民必须拿起笔来写他自己，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文献。400年来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日据时代本来差一点点，但是50年全部归零，第一个国语，而第二个国语呢，从1945年一直到1980、90，一直到现在，台湾的教育相对来说，台湾也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大的变化，那个教育的连贯性都在，虽然问题很多，但是我们从小学一直下来都来，所以我们比我们上一代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掌握一个主流的语言，跟主流对话，然后呢，也借这个主流的语言来书写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们自己的遭遇。那我一直认为像我这一代的原住民跟我们上一代的人最大的不同，或者是说我们最大的可以做出的贡献，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一代的原住民能够留下文献，而且让我们从这一代开始让原住民的文献能够一直不要断掉，这个是我们最深最深的渴望。因此我在1993年就办了这个山海文化杂志，虽然我也鼓励原住民做族语的书写，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今天我要讲起来非常复杂，因为每一族的语言都不同， 会这个语言的人也不多，写出来以后能看的人更少，你写出来不知道给谁看，
2005年原住民的那个拼音文字系统出来了，那傅立玉老师最知道了哈。然后开始有原住民的这些书写系统，也开始推动原住民的族语的附赠。但是这些东西啊，都要推，但是要把它变成是一个生活的语言，然后也能够让汉人通通都知道，那简直是不一样的世界。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能够跟主流世界、跟未来的台湾的历史的文献积累能够共呼吸的一些东西。这个就是我1993年办山海文化杂志社的最主要的原因。你知道办杂志哦是很辛苦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我1993年到办那个杂志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的作者在哪里。那时候在台湾当教授的大概两三个原住民，而且都是体育系的，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没有硕士博士，不像现在有两三百个哈，那时候通通都没有。那时候都是要靠很多关心原住民的人来。可是我很惊讶，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杂志经营不下去，因为你知道办杂志，我们以前都是那种用贴的，你知道，古老的，那时候还没有电脑给我们弄，那时候还要看蓝图啊，这个弄。我们到公元2000，我们大概用了28期了哈，杂志本身没有办法继续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杂志不用，但是我们要继续办文学奖，要办文学营，要办这些东西哈。那时候每次都是我那时候的所有的研究案哈，弄出来的那些经费跟那个设备还有那个人员都弄到山海去啊。一个那时候除了有2届的原住民文学奖是那个中华汽车支持的之外，通通都是我们这样。我现在回想起来哦，都想哭啊，都不晓得是怎么走过来的哦。公元2000年到2009年，我们就发觉到我们没有钱办文学奖，有时候办一下有钱就办。我们的那个原著，我们有杂志的时候，多多少少创作力有，因为有鼓励嘛。你想想看哦，你的文章被登出来，大家可能不觉得怎样，对原住民来说，我们办第一次那个文学奖，我找那个《中国时报》合作，我们的前三名一定要在你的副刊《人间副刊》办。我的同胞他的散文小说在那个《人间副刊》看出来，哭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啊！我跟联合报合作，就给他们多大的鼓励。可是呢，因为没有钱继续办杂志，然后也没有办法办这个文学奖，所以我就很清楚的看到公元2000年以后，除了几位成熟的作家，比如小曼然崩案啊，或者是瓦利斯诺干，他们有比较有人要愿意出版他们的书之外，其他的都没有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创作的量哇下降。2003年我弄了一个7本一套，跟印科杂志出版那个原住民汉语文学选集，那个是总结公元2000年之前原住民的文学的这个创作。可是那个2000之后真的就面对这个问题。所以2009年我当原民会主委以后啊，我就决定把那个原住民文学这件事情变成原住民委员会的政策之一啊，就把它变成固定，现在是第14届，从来没有断过啊。所以我们一下子那个我们的作家从80岁的都有，然后现在到17岁的作家都有，我们的创作梯队已经形成啊，已经形成。这个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处理的是，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文字写。那我说你可以用族语拼音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行，我们还是以汉语为主，因为我们要形成自己的文献。这个时候就是我在讲的文学作为一种主体的敞开性的一个过程。我才发觉到我们的同胞啊，多么渴望外面的人了解他们。你们如果有机会去读读他们的东西，你后来发觉到你在台湾这么久，你对这一群在这里那么久的人，你的所知是那么样的少。
你会发觉到啊，你好像失掉很多的东西啊。这个，那你看我们早期为了介入这个文字的世界，这个是一个 Lifuk， 是一个我们这个阿美族的老人，已经过世了哈。人家说他是中央研究院的报道人，他自己写日记写了60-70年了，他没有断掉。最早的时候他用的是日语，哎，对不起啊，他最早的时候用的是日语啊，然后后来呢波波摩佛，后来他努力用中文，后来用罗马拼音啊。他的日记现在都在台东大学都留着，那时候我们也努力让台东大学给他颁了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其实早期很多的阿美族的研究他是主要的报道人哦。那我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族人为了维系他自己的语言跟文化，在不同的年龄层里边做过不同的努力。那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把它聚集起来，然后从日记时代也好，或者是清代，甚至到1945年以后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所留下来的这些文献录音下来的东西能够被整理，然后 还给部落，让部落的人更方便去重组他自己已经断裂的这些文化命脉，就变成是一种有可能性的事情了。这个就是我说介入书写世界，我们自己写的东西就是一个文字，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同胞讲啊，你现在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呢、啊。我说梵谷以前画画也没有人看呢、啊。啊，我现在不是只为现在活着的原住民服务，我准备给500年以后、1000年以后的原住民看，可以吗？哦，就像我现在在看李白的诗一样哦。那这个是原住民对自己的民族防御工作里边很重要的志业。那我也很希望我们这一代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好一点啊，就大概就是在做的这种状况。多些我想那些细节啊我就不再说了。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就是办了山海文化杂志。我等一下会回过头来讲为什么我用山海这个词汇。那个时候他们讲说就叫原住民文学嘛，或者更早以前叫山地文学，我就不肯，我就想要叫山海。我待会后面我会说啊。上海文化杂志社及其同盟啊，这个是我们的创刊号。我们的第二期就是跟国际原住民有关的专题，然后我们那边曾经处理过关于台湾的体育跟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用了上中下三期啊，才知道其实我们本来想做它，后来不敢做，因为台湾的所有的体育啊，通通都是原住民在跑，汉人只有拍手啊，然后说很棒啊，代表国家，然后回来以后就不理他了啊。杨传广就是这样，杨传广晚年呢、啊，我跟他在一起很多，听他们，其实我们台湾的人哦，对体育人是非常残忍的。那个时候那个布希啊，是老布希啊，就那个谁那个魔手强森嘛，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总统自己出来讲，那个强森还是我们的英雄。我们对体育人非常残忍，在台湾只有看到他那个，我看到杨传广那时候他所有的这些报道，说他怎么为炎黄子孙啊，这个怎么样、哦、为国家争光，当然也是了、哦、但是好像对他这个人、啊、一个奥运10项全能银牌的选手完全不成比例啊！啊，我们那时候做的这些啊，那这个是我们办那个文学奖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况。这其实照片非常非常的多，这30年，我现在一直好希望啊，因为这个是原住民介入书写形成文献的那个30年，这一批影音的资料跟手，我一直现在在想要把它怎么样好好的保存，留在哪里哈、哦？我们就是人单势薄，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给政府讲，政府一点也都不关心。那
我现在也在想啊，到80岁之前，如果没有太早老年痴呆的话，还可以做一点了、啊、这个我们那时候就是我讲的同盟是什么呢？是因为我那时候花了好多年的时间，跟台湾所有的媒体啊，尤其是那个文学界啊，结了非常好的这些关系。那他们就邀请他们帮一点啊，也不好意思嘛啊。像那个映客那个杂志那个出版的那个总编辑啊，跟我一起喝酒啊，我不那有的人知道他、啊，每次讲说要请他帮忙这个啊，很难呢。我说你不是很关心人权吗？还说你怎么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啊啊。然后我们这些文学写出来哈、啊。1990年代到公元2000年，那个时候的主要的原住民书写的东西都跟这个屈辱成为养分有关。也就是说原住民在那个时候的文学哦，就一直在把他那个屈辱的经验，这个是很重要的内容。比如说他当工人，有的人为处妓啊，像这个最后的猎人，天涯歌早期的作品，猎人在原住民是很重要的东西啊。可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猎人是一个屈辱，你出去林务局就找你麻烦了、还有我们枪炮管制条例一大堆啊，你不能用枪啊，只能用土枪 啊，土枪又要用膛炸一大堆，这个都是到最近都还没有正式解决的问题。我们根本这些猎人呢，很多也很可怜，因为他在外面工作都不能做好的工作，回来的太太说你去工作啊，他找不到好的工作。有时候像我哥哥也是这样哦，有时候为了逃避太太每天骂他，就去打猎，打猎变成是一个逃避的最好的方式，在那边至少像个英雄一样啊，打一支三枪，不是只有打一枪，对不对啊？就可以弄啊。你看他那时候写的东西，情人与妓女，那时候的关于处妓的这些问题都很严重。我们的作家，我待会让大家听一个很小段的那个莫纳能，我们的盲眼的排湾族诗人，他为了救他的妹妹到华西街，就一个瞎子去救妹妹，你看看那个，然后他写了一首诗，然后是用吟唱的方式，本来部落里面后来很多钟声嘛，学校的钟声跟教堂的钟声，但是学校的钟声跟教堂的钟声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处妓的问题。他写了像这个想念族人是早期瓦利斯诺干所写的诗，我最喜欢他这些，因为他后来啊感受到他自己是他说他就到处去拜访原住民的部落，他才发觉到啊汉人做不到的那些事情哦，通通在原住民那边哦。那个时候有一个叫三明乡，就是现在的纳玛夏乡，三民主义在台湾做不好，那边就变成原住民的三明乡。那三明乡里面有民权村、民族村、民族民权民生村啊，这。然后呢，他到那个宜兰，有大同乡。到中部有和平乡，有忠孝村、有这个信义乡、仁爱乡，四维八德汉人做不到的通通在山上。哇，他就写了在想念族人、在那边 看到我们给他们最好最美丽的道德名词，但是呢那边的人无论在生活各个方面，这个他写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最早期1977年开始写的，那时候我一直觉得台湾的原住民啊在酒里面跌倒太严重了、所以一直想让我们的同胞要少喝一点，喝一点但是不要喝太多，所以叫999一次，没有想到我们同胞拿去以后变成一次999啊，这个都在反映啊在早期这种说原住民天真活泼又懒惰，爱喝酒酗酒，
原住民怎么怎么的那些词汇，这些都是屈辱的东西，但是变成文学养分，在那个地方重新重整自己的东西啊。然后那个时代呢，在公元2000年这还有一种原住民的文学也比较多的是，很多都是在比如说小曼兰波安写他的人海情深啊，到回到兰屿，因为他一直说他是原住民，他是达悟人，但是不会讲达悟的话，也不会做平板舟，也无法潜水射鱼，他觉得他是空洞的。原住民这个名称或达悟这个名称对他来说只是符号，所以呢他就回到部落，他要去充填他的那个内在的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渴望，有的时候从人类学的资料里面啊，各个方面去打听啊什么等等，一步一步的赢回他自己达悟的身份啊。那那个时候也有很多这样的作品，比如说很早就过世的那个霍苏鲁曼法法，还有一个他写那个玉山魂，还有那个卢凯族的那个欧维尼啊，他写那个旧好茶的那个互证的这些过程。所以那个时代原住民的文学里面呢，很长一段时间，当然后来也有，但是主要跟这个屈辱作为养分，跟追索我是谁这件事，充填我是谁这件事有关啊。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吗？简单，这个就是那个盲眼诗人那个莫纳能啊，他唱的。我每次听他唱这个歌都想哭。那一次是那个台北市啊办那个诗歌节，去纪念屈原。哎，好不容易屈原的居然找我们去表演了，我就办了这一次的活动啊。马总统在当台北市长，所以这个也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他后来做按摩的，我每一年都去给他按摩两次。眼睛瞎掉叫罢工。10几年前，我终于看到有一群少女，又过着更黑暗的日子，他们就是土著。这首诗《东山长裙时》是为他们写的。每当客人发出满足的声音之后，对不起，每当老板打开营业灯摇喝的时候，我仿佛就听见教堂的钟声又在礼拜天的早上响起，纯洁的阳光从贝拉拉到南达乌，洒满了整个阿鲁伊部落。每当客人发出满足的声音之后，我仿佛就听见学校的钟声又在前半一声谢谢老师之后响起，操场上的秋千跷跷板马上被我们的笑声占满，当钟声响起时，妈妈你知道吗，
荷尔蒙的针头结束了你儿的童年。当钟声响起时，爸爸你知道吗？保镖的前头关闭了你儿的笑声。在桥椅子中巴哈姆斯用你的祷告赎回失去童真的灵魂。在桥椅子中巴老师将下山释放到自由的操场。当钟声再度响起时，爸爸妈妈你知道吗？我好想我好想我好想，请你们把我再重生一次，请你们把我再重生一次。我们原住民文学在那个前二十年，主要的我说那种从屈辱的经验里面反映在文学作品里面了。那现在听起来还是很感伤了。那也在这个里面原住民也在寻找重新缝合自己的这个方式啊。那我们继续啊，这个公元两千年以后，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尤其是2009年，我们把那个原住民文学变成是一个可以由政府来帮忙啊，推动的。那这段时间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家写出了非常像小曼让邦的作品呢，非常受到瞩目啊。那个他主要的这些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大部分都跟海啊跟山啊这些东西有关，就是我讲的这个山海世界，就是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重新的来。换句话说，这个原住民的文学里面除了我们前面那些之外，原住民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呢，是一个在不断的宣告人怎么样走出以人为中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回到人所有的人要面对自然宇宙这件事。如果我们有所谓的认同，不是只有国家认同、族群认同、这个文化认同而已，还有一个根源性的认同，是作为一个人在自然中的一份子，我们怎么样找到我们跟自然之间的位置。这个我一直觉得是原住民文化里边最核心的东西，而且不只是台湾的原住民，是全球的原住民。某一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我现在也非常担心我们的同胞，因为我们一直在提倡原住民的自觉主体性，忘记了这件事。我之所以一开头就不愿意用原住民文学，用一个民族的角度来界定我们的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发现我要捍卫的原住民不是在捍卫一个族群，是在捍卫一个怎么样重新思考人在这个大宇长宙当中我们跟自然之间的位置。我一直觉得这个里边呢，蕴含了我们科学这样的发达，怎么样重新处理这个问题，怎么样跨过这些族群或者是国家的边界去思考一个人最根源性的东西啊。所以我把它叫做是一个山海的这个力量啊。然后呢，也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原住民的作家，公元两千年以后，开始有很多的人，像我们这里的那个巴代啊，他写的《最后的女王》、斯卡罗人、浪涛，这个这谈的是那个跟那个牡丹社事件有关的。走过，他讲这个是清代的啊，这个走过呢是讲那个国共战争的时候，我们有原住民
被派到大陆打仗被抓了之后留下来的东西，也就是那种重新做历史的书写。换句话说，这个历史的叙述不是只有某一个族群在主导，每一个族群都有他自己的民族遭遇，都应该啊。像说这个瓦利斯诺干，他的作品已经走到拉丁美洲啊、这个去跟那个后殖民啊，这个战争残酷啊，就这些都有越来越宽的这个发展啊。那我一直认为，这个文字丛林里的这些猎人，是那种在我们前面讲的各种法政存在什么存在之外的，是原住民可以把握的东西。我们这些作品，我可以告诉大家，虽然大家也不一定欣赏它，但是它是我们的文献，它一定可以保留100年、1000年，就跟我们在重读李白的诗一模一样。我们可能写的没有它好，可是呢，它已经存在。哪一个政权，任何一个人抹不掉它。这个正好就是我一直觉得是原住民文学以介入书写这件事作为一个它最重要的动力哦，可以给我们的一个效果了哈。这些就是面对当代，我们做这些工作是真的好希望啊，我们的未来的原住民是一个有门有窗的未来，有门是人原住民可以走出去。我很不希望我们的同胞被关闭在一个原住民的社群里面，有能力的就出去，不要再回来，这个好好的发展自己。而这个有窗户是什么呢？是能够让外面的东西风吹进来。你知道我们过去原住民要走出自己的部落，走到社会里面多么艰难，然后原住民要接受外来的东西多么艰难，而且来的东西大部分对他是不是善意的，是各种算计以下的吃来的东西。那这是我们这一代所受的苦，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啊是一个没有门没有窗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是我们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虽然用汉语书写，但是呢，我也主张大家都知道语言呢、文字这个东西本来是就是脉络的嘛。你说什么是真正的汉语啊？里面有从汉代就开始有来自于佛教的语言，有西域的语言。近代以来，包括我们的鲁迅，他的作品很多人研究，里面有欧化的语言。语言是活的，它是一个生态。哦，那如果原住民现在我们介入汉语的这个世界哦，我们虽然用的是汉语，但是我们的经验底层是原住民的经验底层。那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原住民的语法结构，我们自己的象征的这些东西去挑战汉语的边界。我们多么渴望将来台湾的那个汉语世界啊，有原住民的元素在。这个就有点像这个那个《水浒传》里面有山东人的口音，《红楼梦》里面有满洲人的调调，儿化韵的东西很多，也跟台湾现在一大堆常常有西方的这些语言的介入一样。将来台湾的这个语言里面有原住民文学的介入，它就好像是砍在语言里面的，可以作为考古学家啊，我们的这个张院士啊最拿手的，他就是在时间的胶囊里面的存在。比如说这样变成台湾的语言里面有这些元素，就跟我们看香港的语言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期待原住民的文学家要对自己要求，怎么样把你的文学语言做最好的这种介入哈。这个就是将来我们要努力的。那我们这段时间很多的翻译跟国际接轨的工作啊，我们跟比较成功的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编的那一套书，然后这边都是日语的啊，这一部分是英语的。我们日文的翻译的部分呢、已经有20几年的合作的经验，他们也培养了自己的翻译家。日本人很那个很严谨的，他们要翻译啊，
都来台湾跟我们的作家喝酒啊，这个一个一个来哈，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成果比较多，其他的还需要一些努力。换句话说，原住民的文学跟国际的接轨，也是要让我们有门有窗的一个很重要的，不被封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啊。那我们最近呢，那个国教院呢，我最近在马上已经这个十二月应该会出来，我们有一个文本读本啊，给高中国中生的，我们编得非常不错啊。这个有一个原住民文学的选读，还有加上一个资源手册啊，就方便老师们教学。然后呢，现在我们也在寄那个七本的汉语文学选集啊。我们在明年的二月之前，我正在忙着编一套十二本的原住民汉语文学选集，集结公元2000年之后到现在的这些作品。那我们希望在明年的国际书展的时候，跟联经然后合作，能够有一个好的展。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存在哈，不是一个法政的存在而已，是一个文化，而且是我们自己可以抓得住的存在。那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我这里讲那个返本的实践哦，就是我们的作家现在创作应该没有问题，操作中文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古典。汉人的世界啊，你再怎么样的创作，哲学也好，文学也好，它最后还是要回到《诗经》《尚书》，还是要回到《论语》《孟子》，还是要到五经的世界哦。西方也是一样，你再怎么样发展，你吵得用政治什么时候讲，还是要回到希腊罗马，还是要回到希伯来传统。这些东西哦，是使后代的人可以有一个跟自己的传统可以对话的这个机会。我们同胞在这方面是最最缺乏的。那我今年跟明年会翻译好我自己的部落卑南族的下槟榔部落，我们这几百年来留下来的记忆、巫术的语言、古谣，还有后来日本人来的，我在做那种翻译跟注释的工作，我希望把它变成一个体力了哈。出来了以后就看看怎么样找到一些资源，也希望政府能够帮忙，以后让部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不要做别的族群，也不要做别的部落，就自己的部落百年以来留在部落的声音这件事哦，好好的注释翻译。那如果这个工作我明年完成以后把它当做一个体力推动的话，我希望在未来的十年我们多多少少能够把那个返本的工作能够做好，让未来的原住民的文学创作始终有一个可以跟自己的祖先对话的这个机会，就跟我们回到《诗经》传统、《楚辞》传统、《山海经》传统是一样的事情啊。那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啊，而且看起来难度非常非常的大啊。然后我也希望我不要太早老年痴呆啊，就可以做得到啊。那最后就是我讲的那个根源性的认同，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说。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哦，他没有给你一个创造力的那种资源给你，我觉得没有必要捍卫一个民族文化。我们要的原住民的文化不是要摆到博物馆当木乃伊的东西，它必须形成某一种动力啊，为这个族群、为这个地方所有读的人都给他们一个启发，让他能够自我能够 发展自我发挥。那尤其我一直越来越深的感觉到，我那时候为什么取名叫山海，真的是跟那个根源性认同有关。我一直觉得21世纪啊，我想在座的老师都像各位，因为都是学是比较是理工的哈，要阻止人去追求这个宇宙的究竟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事情，人这个追求是没有办法停止的，哦，那但是这些成就，怎么样让它变成是让我们现在的人活得更能够有更能够安顿现在的人？我觉得是
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不容易。可是我也感觉到，如果我们从科学史的这些发展来看，每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其实它不只是科技的这些发展，也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毛病还是很多，到现在的民主社会也是这样。可是我们好像又没有办法停止它继续的追寻，那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且走且看，也看到它的毛病，然后也用我们科技的方式，我们科技的理性去解决我们当前一直在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究竟会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成立一个晚债学票学派，我前天看起来还在开这个玩笑。我一直觉得人类就是一个冒险之路，我们自己造成灾难，但是我们好像也有要面对灾难的这个责任，也要找出办法来。那我自己的希望就是，如果我们越来越知道，像我现在看那个哈勃卫星或者是韦伯卫星所看到的那个无毫无边际浩瀚的世界的时候，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一点时间去思考过去我们的国家的理念，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形式。就是现在大家因为国家的认同的事情打来打去，科学界能不能够想出一个，因为我们科技的这些发展能够更找出一个新的国家理论，让这个我们更清楚的知道国家可以管到什么样的地步，什么事情该管，什么事情不该管。我们应该好像要需要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想象力。如果我们找不出这个新的想象力，我在想啊，我们科技的发展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这个改变的话，可能就很像嘉伟老师啊，他现在都有末世感哈。我看他现在做的都在保种的工作啊，就准备宇宙毁灭嘛哈。这个我们希望不至于到这样。那我一直觉得这个是我们文明的责任。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感触？你看我们这几位了哈，我们到埃及。我们到这个是伊斯坦堡，这个应该是哪里？我忘了哈。这里是要去那个克里特岛，是不是啊？我很惊讶啊，我去那边哦，八月底我去了东地中海，然后到尼罗河文明，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到大陆去了，我到了北京，你看这个都是在。我们那个在尼罗，在那个伊斯坦，哎，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看啊！你看看这谁啊？哈，我们的姿态就很像开罗会议啊，开罗会议那张照片就在这里照的啊。这个是宋美龄啊，我那时候好像是要扮演罗斯福了哈，这个是蒋介石啊。但是你看看，这个文明旁边就是这样。我觉得这种文明是失败的文明。我去大陆的时候，我也跟大陆的学，我也跟大陆讲说，你们现在一带一路啊，要恢复中华这个复兴啊什么。如果那个复兴啊，是一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以前的帝国的复兴，根本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前进。这个后来我就到了美国，到 Arizona， 然后到了 San Diego。这个也是以前我们清华的老师廖炳慧啊，然后到大阪，我就看到那个尼罗河跟地中海的文明是很重要的摇篮，那边现在都在战乱中，包括最近发生的事情，中国现在的情况能不能够比他们更好，我也不知道，我好期待，它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处理这个国家兴起的一个示范。然后到美国啊，现在我到加州，我知道那个地方现在那个 San Francisco 好可怕，那个地方现在这些东西都让我感觉到那个所谓的文明力量啊，有它的限度啊。我越来越相信重返山海世界啊，
重新从什么是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直接的关系，重新思考我们的社会架构，会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去想的事情。所以我就常常写这样的书法呢，九二共识啊，一中各表啊，你喝你的茅台，我喝我的高粱，品牌不同一样醉啊。啊，这个左任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监察院，我们的监察院以前的院长叫余右任，啊，我是孙左任啊，这吴起批发左任啊，这个就好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让大家想一想。那特别像各位老师跟各位同学，你们都是在理工这方面哦，科学的发展一定要想尽办法思考它怎么样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只好赶快去保种了，这就只能这样。谢谢大家，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谢谢。谢谢孙老师精彩的分享。接下来是我们的 Q&A 时间，让我们掌声邀请经济系的刘瑞华教授担任今天的主讲人。好哈，剩下时间不多，所以也不要随便问问题了哈，对，不要勉强啊。这个位置，好，我坐下来好了。坐下来之前，我先说一下，我其实今天站在这里，其实蛮惭愧的，因为最初这个科管院跟我联络说，孙大春先生要来，所以要一个这个 Q&A 的主持人。那我当时讲的是说，如果你们找不到人，那我就勉为其难吧。那我在想说，会不会是这个，就是孙大川先生还有这个印象，对不对？我们是一个理工为主的学校，是不是跟这个大川先生他的这个领域比较疏远一点，所以比较没有这个熟悉的人。结果今天进来以后发现，孙大川先生在我们学校里面有这么多好朋友，有这么多熟识的人，我今天在这里其实真的就变成非常的这个惶恐啊，因为我跟大川先生其实今天第一次见面，不过可能你忘记了，我先坐下来好了，我们现在变成是你指导的嘛，所以您记得，当然记得，我跟大川先生没有见过面啊，可是通过一次电话，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林琼华小姐来找我指导她的博士论文，那她因为之前跟你讨论过，所以有一点是礼貌上的，因为我说我不会这个原住民文化方面的东西啊，虽然她是在经济系的博士，对对对，那我是想说，如果是做这个的话，我做经济史，那可能这个领域上面如果跟这个孙老师啊合作指导的话，这中间可能协调上有，再加上那个时候孙大川先生你刚好接那个副主委，对，原民会的副主委，我一直以为你是女的。没有，通过电话就知道了。结果我们约了一个日期，约了一个时间，我到了那个原民会的那个副主委办公室，那时候刚开始是在那个忠孝东路的那个地方，结果在那边呢等了大概15分钟，我想说是不是这个我又忘记了，我们是不是没讲清楚或者怎么样，结果后来因为那个大川兄的那个办公室他的那个就是待客的地方在他办公室里面，他的秘书就叫我们进到里面去了，我当时还想说不太好意思啊，因为这个主人不在，我们怎么站办？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孙副主委非常非常非常好客，我们就在那边等，等了半天没有，就后来那个秘书跑进来说，这个没有办法回来，叫我接，就在那个你的办公室上的电话，我就接起来了，我就是我们在
电话上面有过一个对话啊。当然后来这个就是林琼华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博士班还没有成立哦，事实上林琼华是在别的学校的一个学生来找我指导的。那这段因缘到今天我们才有一个机会面对面去讲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真的是蛮感谢这个客管员给我这个机会的啊，因为说实在话，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哎，就是没有人知道，因为我想我如果能够坐在台下啊，那个聆听这次演讲，然后之后能够跟您打个招呼的话，我觉得就蛮好的。好，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跟你一起谈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那其实哦，我主持这种活动的经验哦，其实不能算不多了哈。那我是通常都不怎么担心，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啊，通常都会蛮热烈的问问题了。我通常还是说有点想说在这个问问题之前哈，反而抓住机会先跟你聊一聊哈。因为那次没有见到面哦，但是我得到了一份很珍贵的礼物，就是你送我了一份那个时候的，到那时候大概有超过五期吧，五六期的《山海文化》杂志。对，那个杂志刚才那个大川兄也介绍了哈，里面的一些内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面的那个图片，很多照片哈，而且照片照的那个就是，我说真的照的都非常的精美哦，大概原因是因为其实那个照片主要都是介绍在台湾的这个就是在各个领域里面表现杰出的原住民啊。那当然里面刚刚也提到了很多是运动界的哈，那还有就是艺术文化界的啊，有音乐啦、舞蹈的，所以那些照片都照得非常好看。那我就想起来之前哈，就是有另外一个就是以照片为主的杂志，那就是陈义真先生办的那个人间杂志。那人间杂志其实那时候可能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有关于原住民的报道，所以我对照起来的话，当然知道那个是有一个差别的，因为就是当然我觉得人间杂志关怀的是那个可能在社会上面就是原住民受到的屈辱啦，或者是所遭遇到的一些不幸。那山海文化希望能够有更正面的而且是议题性的，能够引起更多的人不只是情感上面的这个就是感动，而且希望是一种理性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去解决问题的那个方式。其实我对照之下，我想那个时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时候台湾就是开始真正的在面对我们自己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从原住民的这个开始的。所以我今天其实很感动啊，所以能够直接从这边听到说我们经历过，尤其像我这个年纪，我不是倚老卖老，我知道在座的一定有比我老的，那已经接近要退休的时候，那么一路走过来，尤其对现在，我不知道就是说那个末世感，其实我们对年轻人来讲的话，其实有一点愧疚了，当然我们不知道把这个世界要留给这个下一代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那但是如果年轻人可以了解哈，那整个台湾所经历过的事情，特别是从原住民文化所代表的台湾要发展的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哈，特别是在就是说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在认同的问题上哈，如何是用一种自觉自发然后开放的啊，要打开门窗的这种方式，而不是用一个就是强制的要从一代就是强迫下一代接受这样的一种态度。那其实我想今天应该是大家能够从孙大川先生经历他自己这么丰富的经验的这个过程里面，
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场洗礼。好，我想我讲到这里，那我们是刚才其实是有叫这个 slide 开放问题了，那有人注意到这个孙大川先生所身上穿着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这个是我的表姐，我的表姐的做的衣服了啊。其实这个是我们卑南族的符号，而且是非常家族性的符号，和我姐姐弄的。然后我们本来就是以黑为主了哈，这个是很现代的，已经我们传统的衣服不是这样，很复杂的，而且要穿起来哦，也很麻烦哈，只有在祭典里边。那我们现在也蛮鼓励我们的同胞，各族的同胞能够做一些这样的简单的衣服啊，还有那个背包啊，或者是其他有自己的民族符号的东西。那大家都可以用，我用，汉人也用，像那个很有名的医生那个陈耀昌啊，他最近红透半冬半天边了哦，他每天就穿我们的衣服，有几件是我送他的，他现在好像代表我们原住民发言了哦，这个下一次要警告他一下哈，这后来我们发觉到，对，这个你知道台湾很可怜，知道吗？我们没有自己的国服，那个日本人哦。你再怎样一出去有那个和服啊，有他们那个魂斗戏啊，然后有沙西米瓦萨比啊，那个名称就一看那个文化符号就很清楚。那个以前我碰到一个法国的文化官员跟我讲啊，台湾发展的很好，他很想在那个欧洲推动，但是他说台湾的符号很模糊。那个韩国很早就追上来，阿里郎一出来哈，穿的衣服有些明明是中国式，他说不是哈，你比如说这样啊，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明显的标志。东南亚这些国家更是了。那我们今天哦，我也很痛苦，有时候我穿西装很累，你知道吗？我非常会流汗，可是呢，以前呢都要穿呐，夏天也穿哦。所以我后来发觉到，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啊，寻找一些我们自己的普通的时候、正式的时候、热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服装，啊，现在那么多创意了哈，应该找一找。西装偶尔穿也是蛮好的，不同的场合，面对外国人或者是想标志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跟原住民有关，那我就带一个跟原住民符号比较相称的，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台湾这方面做的不是很努力了哈，看看各位同学将来多发明一下哦，好不好？对，就刚好您刚才提到陈耀昌先生那个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哦，听那观众提出来就是您对于汉人去书写有关于原住民的文化的这种做法上面的看法是什么？但我说除了你刚刚说要警告陈耀昌不要冒充原住民之外，我很欢迎啊，我一直都不是一个民族或文化本质主义的人，我身上的元素，我的脑袋里边的东西不是只有卑南族，也不是只有原住民，我相信你们的脑袋也都不是。所以我一直觉得那种族群认同、文化认同跟国家认同，当然说不能说完全不要，但是它应该在它一定的位置，它不应该占据我们全副的人格世界。如果有一个真正全副的人格世界，我还是觉得是人跟自然的关系，这是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可以逃避的。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脉络底下，我们有不同的认同。我一直觉得，像我自己就觉得我的认同哦，我说部落原住民是我的第一个家乡，中国文化是我的第二个家乡，那个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是我的第三个家乡，我念哲学，我不相信所有的东西是我的第四个家乡哦。那以前哦，
年轻的时候不太懂去驾驭，所以我的四个家乡常常打架。卑南族的文化怎么跟一个天主教的信仰连在一起？一个泛灵比较泛灵的文化怎么跟一个一神论的东西？有时候哇，就也读一些神学的东西，后来发觉到越读越搞不清楚，所以就不要读算了。进教堂的就是一神教、一神论。回到部落打猎的时候，我一直比较是泛灵论啊，所以我一直觉得人本来就是这样。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周族的学者啊，他教地理，他有一次痛哭流涕跟我讲说，我很痛苦，我学地理，但是我每天教的都是汉人的地理啊。我说这里有什么好痛苦的呢？该教汉人的地理的时候你就教汉人地理啊，你要教周族的时候你就写一个跟周族有关的地理，这个本来没有冲突啊。可是有的时候也很难。其实我们人的世界啊，我们绝对不可以把我们的认同只点在一个点上。当然有的时候啊，像我以前我要看我自己的生活的脉络哦。过去我觉得我的第一个家乡我没有办法安立自己，所以我不瞒各位说啊，我开始进台东中学初中的时候一直渴望啊去了解中国文化，所以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图书馆没有像我一样啊，我那时候对五四时期的作品啊像那种饥渴一样读，所以我对胡适啦、徐志摩这些都非常耳熟能详。我读高中的时候已经在读牟中山、唐君毅的东西，我对新儒家一直到我大学时代都有一些很那个时候，因为就是我讲的那个移花接木啊，我把我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失落感想要在另外一个文化脉络里边找到一种接续，让我感觉到我有一种文化性的存在啊，那个时候是这样哦。所以我有很长一直到36岁，我一直认为我会是一个教中国哲学。其实我回来台湾就在东吴的哲学系教书，一直教到公元2000年，我开哲学人类学、开魏晋玄学、开中国哲学史、开中国的上古哲学，一直教了20年，是我最大的喜欢的东西。可是我要回来的时候我讲过，我有过一个反省，我在这个四个家乡里面，我在青少年的时候 我把自己安顿在文化的家乡或者一部分的天主教的第三个家乡，可是我后来看看我的局面，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转变一下。我不否定第二个第三个家乡，但是我要把我的重心放在第一个家乡，所以我那时候就回来就开始做原住民的，一直做到现在。那我后来发觉到哦，人怎么样好好的把自己的不同层次的认同做一个很好的安顿哦，是一个统合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很重要的方式。千万不要只把你的认同只看作一种，你后来发觉到你这种东西就你会非常的偏执，而且你会看不到人的好几个不同层次的存在。所以我大概这个也是到36岁左右琢磨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哦，我在四个家乡里面可以跑来跑去，有的人以为我，你看你知道我写书法嘛，哦，我写毛笔字，哇，就汉化太深，随便你讲哦，我本来就汉文化，我有时候跟很多汉人同学啊，他们不是学原著那个中国思想，我觉得我比你还中国啊，哦，这个我到大陆去啊，跟他们辩论啊，毫无挂碍啊，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做那个陆委会主委啊，怎么样去用我们番人的力量哈，去颠覆他们啊？这个其实我太熟悉那些符号，可是我从来不觉得我这样就会伤害我的原住民认同。那我虽然是一个很，因为我们家族就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我也不会因为天主教的关系，我会就会把那个天主教当作是，因为我还是觉得玄之又玄，那个没有办法说明的世界
那个哲学的世界还是最吸引我的，所以我也不会变成一个狂热的宗教徒。当然有一个坏处，因为你只要你一个人哦，你是跑来跑去的，你就是一个没有定性的人了，搞政治就搞不好，要搞政治就是我就是这样，你们通通都错啊，才有力量。但是这种哦，大部分都我看历史的长河，通通都是灾难。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人是属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所以有的人讲说，啊，你是不是国民党？我就都我说我不是啊，你要说我是也可以啊，因为我都是客卿，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我也可以去弄政治啊，就是因为我很会讲笑话，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内阁阁员里面，我最会讲笑，我们的阁员受不了我啊，我连马总统都直接讲他的笑话，有一些老师都听过我讲他们的事情。我熟读《聊斋志异》，所以我一到立法院、到行政院一看，哇，都是似曾相识的人啊！我熟读这个《世说新语》，哇，那《世说新语》里面哦，每一个人的都有各种风姿，只是有的人是瑕疵品啊，而且瑕疵品也是一种风姿。那坏人哦，你懂得欣赏的以后啊，那个坏。也是坏得很好玩哈，啊，你就是要会怎么样弄他，啊，弄到他使坏的时候还做好事啊，这个就要有一点点这个，要一点点。所以你如果习惯了，在你的那个认同世界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你会是一个比较愉快的人。我们很多的读书人呢，都是所谓的君子人，说君子三报仇三年不晚，对不对？但是君子人大部分三年就累了。根本不会报仇，小人就厉害啊！小人报仇一天到晚，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要跟君子在一起，你跟小人在一起哦，你就没完没了，因为他每天脑袋都放到那里。但是你懂这个以后啊，你会知道怎么样用小人，因为小人有小人的好处，有小人的厉害。那个政治人物啊，你会用的时候啊，哎，他可以因为发动机啊，他那个都亢奋到极点了。你做不到的，他通通帮你做到，对不对哈？啊，就人就应该是这样啊。哎，我怎么扯到这里来？我刚才在答复什么问题？我就是汉人书写文，我非常欢迎的，就因为大家也你们要知道啊，当你不知道你是哪一族的时候，你就是汉族。汉族这个概念，汉族是不存在的啊！我讲不是羞辱各位啊，因为汉族是一个文化的超级大的概念，太多的文化的因子在那个里面。我们只是笼统的汉语，也不是汉人的单独的语言哦。如果学一点点语言学，你就知道，那个汉语啊，太多的东西在那个里面，所以。反而像我们这个少数原住民啊，比较有时候还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真正的特点。汉族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化概念，我从来不把汉族当作一个单一的民族，它是一个文化积累下来的，然后有一群人共同享用这个符号世界而已啊，种族不一定。哎，我们现在台湾很多怎么看都像原住民啊。只是有的一些是瑕疵品了、啊，对不对？啊、哦，好了，我们虽然问题不多了啊，有没有？还有没有现场有听众要提出问题的？其实我们虽然问题不多啊，可是就是我的是的，我因为在上课的时候也都提醒学生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进入 AI 的时代啊。其实有时候答案不重要，其实会问问题的话，就是问出好的问题，其实就可以产生一些很丰富的内容。刚才虽然我们只有两个问题，可是孙大川先生的答复我可以听得出来妙语如珠。那更重要一件事情，我可以确定，那孙大川先生的答复绝对 AI 做不出来的。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因为这个主办单位提醒我这个时间到了。
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副校长有？是，执政您好，您刚刚也有提到，您所做的这些叙述过程真的受到很多启发，那其中有提到您现在正在做的努力，包含就是他的文本选读的文本嘛，好，那你也提到这样的 effort， 但是在另外一页投影片里面也提到，其实透过台湾拥有原住民也可以丰富。不管是台湾的文化或是汉语的边界，那我想要把 您的这两个 effort 合在一起来请教您，就是说就您所现在所做的这个文本本来是要做原住民文化的复兴，但是某一种程度它也可以去丰富或这个突破汉语的边界，您可不可以用这样来举一两个例子，也许是您观察到或是已经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那个问题蛮大的哈，就是基本上就现在，像说那个我们在做那个我们的记忆文学那个翻译注释哈，它是有罗马拼音，就是我们的主语被保留下来，然后我要做注释的是用汉语，然后我也希望那个翻译啊是有以汉人的文学的标准来看也能够有一个呼应，所以他将来的那个阅读跟可能可以给使用的人不是只有原住民，会是也给汉人的朋友啊去可以看得到。那所以像其实包括我们刚才我讲的像这些服饰啊这些东西啊，这个也不是弄到后来只有原住民可以穿啊，就其实整个汉人社会，如果将来人家讲说我们台湾出去要穿哪一种衣服可以代表比较有一点点代表，可以跟大陆有一些不同，跟华人社会什么不同，我觉得还是可以在原住民的符号里面去思考啊。所以我觉得它的方面还蛮大的。那个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文学作品里面了，陈耀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很深受我们的影响。我相信我更希望将来那个像各位 AI 的啊，那个写理工的能够在我们这里给我们更多的想象的，可以有更多的合作的帮忙原住民的这些，但是这个也不是为原住民而已了，其实是为大家，有好多点点滴滴，以后有机会再跟副校长这个，我也知道你在做很多非常 local 的东西 ，local 还是很重要，对，好，谢谢，因为时间有限哦，我们这个可能校车大概最后一班要，那。我们本来说原住民时间是有补助的呢对，我们应该是要这样子讲，但是在这里的话我想我们这个最多大概只能很准时结束是很可耻的事情没有开玩笑好，那么谢谢大家，我们谢谢用掌声谢谢孙大川先生今天给我们演讲，非常谢谢孙之正以及刘瑞华老师精彩的分享，让我们掌声邀请林哲群教授来为我们致赠科管院的纪念品给我们孙之正。接下来请刘瑞华老师献花。老师您先。好，接下来我们请今日与会的贵宾们，第一排的师长以及贵宾们，我们一起到台前来进行大合照。孙老师，我们要大合照。
是。好，提醒大家，我们在离开的时候，记得检查自己的随身物品。